老关给我，你这个白人。这对龙看一下，这边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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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先把分数补掉，补俩了。两个人是没有什么状态的，被原点打残。这里放一颗烟，这甚至伞兵再被就剩个居米一 v 一了。这里经典的交战，二位同学视频出现了重大的错误，被原点的拍打型收掉了。没有想到最后出来的是零级的四把光，应该说最后存活下来，出来的难度、出不来，出不来，对对对吧？对吧？对对 对，出不来了。我当时被腾讯视频来讲，确实蓝圈就在背后了。是，除了这种，也是没有什么能够再躲避蓝圈的方法。开车的协同真的是很差，其实我看到火光他的近点是有提升的，以前更多体现在中远。再看一下这一边，阿杰带着队友顶到 S， 找他，但是远点的枪线很致命啊！司马光侧面还忙里偷闲打了个闪电，司马光真出来了，他出来了吗？还真出来了，司马光！好家伙，这几局的独狼都是什么情况？都是神！来了，远点放倒了派大星，那现在 SD 遭中。哎呦，这 TMG 这一局打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势啊！雷仔还能扶，还能扶他。以及山治这边压力巨大，那司马光又来到派大星的一个方向，又把派大星给补了。司马光也开始左右开弓了，左边打两下，右边打两下，一边单单现在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危险了。苏南在打高点啊！苏南，你真的不看看司马光吗？什么这个人？对，结束了他最后的一生。那最终 TMG 啊，还是这一局比赛的整体局势，他才是格局专家。但是这一把他想要下到下面的反坡啊，那是难上加难。这个切圈确实是有一些致命啊，圈行过来无敌大把，圈行离去我是望坡兴叹。但是他人多呀，来了山治，今年一打二没有打过，小扭头，人数被压制了。苏南这个位置是稍微阻隔了一下视野，跟 ST 之间是。But I don't want to ban over there. No time. 还是难。这样在。没玩了，喂。位置。哎，那这边都是 tougher 的。还有六发。这个放到咱看那个板子叫做什么来着？抢夺淘汰。啊，这名选手在使用抢夺淘汰的战术。K 头就 K 头。那么复杂，咱文雅一点。那最终看一下啊，这边 SD 这个直接小法，但是最后没有问题，拿下了闪电的分数，最后还是被阿杰拿下。现在场上是三个人各自倒了一个队友，一打一，扶是比较难了。这个时候，甚至倒地的队友是先接近于阿杰的方向，阿杰一颗手雷。阿杰过来，能不能复刻上一周在悬崖之上的一个神迹？烧到了吗？烧到了。烧到了吗？真的烧到了，他确实烧到了。半血合相得打开，有了过点的机会，继续接近你，继续接近你。其实两边的地理位置都差不多，就是一条纵深的线，一颗火再把闪电补掉，正式的进入了一 v 一的巅峰。虽然说合将这边有点高，但是呢，阿杰可以依靠左侧的低坡反复的。哎呦，现在场上真的不好说，不好说呀，不好说，也不是一个极大的高低差。但是呢，阿杰身上没有手雷了，他的神秘法宝也没有了。以及雷王阿杰这一波投掷物真的是有点着急啊，他疯狂的倾泻出去，但是对合将真的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，反而因为他过度的使用投掷物的这些时间给了合将。DMG 合将也很着急，他也觉得对方有可能会拉右侧的低坡。阿杰在那等神，这样的右侧身位。这个其实在视野上是有点吃亏的一个方向。其实按地形来说的话，大家都差不多离不开嘛。美国 DMG 来的。现在对于双方来讲，因为阶段久嘛，蓝圈还。那 long 这个都被他这个。在一波投掷物都消耗殆尽之后啊，还剩合将的一雷一火，这可能是破局的一点吧。但更多的也是在等着蓝圈。阿杰现在不能趴，要自信，要站起来。他还是趴了。怎么能趴呢？这一波趴，你觉得他会因此而受到一些危险？你趴着的话，你就看不见视野。万一对方真的是沿着闪电摸过来，你就看不到。他可能摸到近点，踢了脚步，已经晚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换了一个方向。对，自信一点，左右看一看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能看到头皮了。来了，对枪，双方的一个互卡。
但是这里阿杰有点吃亏，因为他蹲起来的时候呢就会被对方看到。关键时刻没雷了，何将手雷驱赶阿杰的位置，消掉半仙，再补一颗火，可以先打个药，打个药吧，打个药、这个。但是对方不给你清半仙拉上来，哎呦，一个硬直被捕捉到，何将拿下这局，恭喜 RSG。八加六的，我觉得今天的两局沙漠地图啊，来来，第二局，第二局简直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。第二局看到中期开始，便是各大独狼接管下来最后的舞台，乃至于决赛圈，都是独狼之间的高手。一个何将带着他的七个淘汰，哇，有六个蓝的呢，刚才等那个了，今天是独狼的发挥日。何将其实这名选手啊，之前听教练、听筒子哥等人之前一直说过，你如果蓝的都没有登那个的，在训练赛在各大比赛当中非常强劲，始终在辟谣当中感觉是没有发挥开。哎，本来的 game 第二局是非常强劲，始终在辟谣说过，实力是非常非常认可的，在训练。